大家好，我是张友甫。今天我来做一个开箱文。大家看过手机开箱文，看过化妆品开箱文。我今天开的是这些开箱文，我要开一个史上最狂的开箱文，就是总统开箱文。现在呢，如果你已经年满40岁的人，可以跟我一样呢，去申请一个所谓的政治现金账户，成为一个总统的你参选底片。郭台铭说要选选总统，结果做事情也不输他。最近乌克兰总统大战，他是个喜剧演员。是，他跟我同样年纪，40岁，相当大。如果有机会在选票上看到我的名字，那我觉得也算是不虚此行吧，对啊。